但是已经卖煞侪年啊吼，庙里闹鬼，庙里失望。苏盐浸米酒落去煎就好食啊，全部伊是六八个人家，我才搁送你。哎，对啊，这拢正中古啊，前这日你就知啊。卖互你看，五百块四百，三百块三百一个三百。有人要吃白带无？三百。好嘛，来来来，才搁送你啦，现在前这日啊，三百就好了。白带够人要吃无？三百块。一个啊，那我嘛一个啊，来三百三百，来这个送你啊，来这个二啊，这无够我搁补你，啊无安尼啦，来啊，一半卖卖啊，一半搁二啊，来三百搁少一个啊，一个啊，搁无爱提钱哦，来啊，这嘛无爱卖啊，紧好啊，好无？三个啊，这个二啊，鸡拢送你啊，来啊，这个来摸起来啊，摸起来啊，免考虑啊，来咯，来搁要吃肥大无？三百，来肥大。啊，最后上面一个沙发，对啊，我就分啊。最后两个沙发上面一个没有，白带鱼。情况嘛，你就知吼。沙发够两面下无？皮带拢有啊，吼，都有了吼。谢谢。来。你揢揢物件，我规先做一下看，这只箱，这箱，我先轮流甲全部开看开。来春节了，有人要吃这个无？别人买无？这上熟上好吃了，这啊，这等于要三百。哦，啊，处理。安尼无啊，是啊，等我。哦，好。我来外面边安尼等我。可以。我一个讲做新嘅来做啊，我咪用这做新。来，最后一个人，这三百，最后一个一百多咩？五万元，拢无啊？这真正好吃哦。这五万元。伊这内底包夹肉了无？你甲记住，来多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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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这拢无啊！你若要来捡的啊，这啊，这恁买买捡的。春节了，来做烤鸡啊！我吃了，我吃了。这吃了做烤鸡啊！有人要吃这无？比这烟肠啊！这烟肠，你甲蒸出来，甲煮一下哦，甲切落薄薄啊，你甲配一个蒜头，有够香。这我就是去一间自助餐吃，吃好吃，我专工甲迄阿姊啊，帮我去遐叫来。哦，我毋捌食过烟肠这香啊！真正你食好嘛？这一条自助餐切甲出来，你想袂到百三块啊！即摆起到百六啊！这两条烟肠自助餐切甲出来三啊斤，你声够笑到上大声！我讲咱个底下看咧声出来呢。我全部招四个，全部招五个，全部招六个，全部招七个、八个。这两条烟肠卖哦，你开三百开二啊，我拢做唔免，先加一个两百，上面一个两百。为了要吃烟肠啊，无两百块、两百块，听好啊！这两条送你，这两条请你。你帮我吃好嘛，好不好？绝对无你老贵的，真心的。我来花三百，你买袂到啊！啊，全部四个，你先加钱的两百了。那若要吃烟肠的无？两百块。两百啊！左边。来这边啊！来两百，上面吃烟肠的两百块。过来要烟肠的无？两百块。这种煎的就好吃嘞，这袂输黑沙扒嘞。这食无好食，我袂甲卖遐济嘞。恁无甲我卖，你试食看卖一百咯。来，你无卖，买一百块。一百块，好值啊！你先看看一百块。来，先看卖一百块，看人要试食无？你毋好买贵，买一百先看卖。伊食着绝对有路的。伊这条烟肠好食，好食就像我讲的，咸咸啊，小可咸咸，佫袂死咸。哎，你甲真正的佫倒加芳讲讲。来，最后四个人家要食三百块，旁边一百，有人要试食无？一百块。来一百。烟肠试食看卖，真正的配方炒饭上好食，拢有啊、哦。谢谢。来收过一遍，来我后回全部揢一个，这箱过去，揢就好。来啊，这啦，啊多少这啦？这你就用先的就好啊。这啊，这啊，这对一间做叫普方做，普方恁知哦？普方的肉骨一包几条？五十条，三百五百面，若要几包？你家己讲，先加钱哦，一包了。来一百块，上面就肉骨，有人要吃肉骨无？普方肉骨一百块。肉骨一包，到后尾啊，一百块，来，一包就有人给看，一包无骨头的哦，无骨的哦，无骨的，用切的就好哦，伊是条炸冻蛋，你用的，至少六十块，这一包至四分啊，两百四十，来，米也是，我准米也看，米也看加米也看者，五百，来，一个人给两包，迄、那个骰子机拢无骨的啊，卖五百，卖四百，三块嘛免先给钱，三包上面就三百块。为了要吃骰子鸡的话，三百块。来啊，这包搁送你啊。四个人给，一人给三包，五包、四包，拢做唔免。三包上面一个骰子鸡球。来，边个坐？这个来真正的做早餐，你有见到啦？真的，这一包一百块，你买对袂？今仔给你先给钱啊。来啊，这包够你啊。一人给四包，卖你金甲仔尔，唔免考虑啊。好听啊。
最后一个三百谁要吃没有了。最后一个沙发上面也没有了，骰子机。拢有啊。来，紧找啊，紧找你等啥？哎，你买袂过，你敢咱买两包整看卖无？小家庭啊，你试食看卖百五了。有人要试试看看的吗？最好试吗？最好这两包百五块咧。来，换了呀，饮料。来，这包给人家看。这包正常拢吃过，还会搞买？无吃过，我甲你介绍看，我叫你唔相信。这包叫大成的鸡肉薄饼，香的呢，哪底几块？十块。你若想要客看嘛，你会当客看嘛，非常之重，十块重啊！每一块内底拢爱加鸡肉，当个香面煎拢切切，胡椒粒咪搁加一粒两块好食。外口一块鸡肉薄饼六十，这十块多六百，唔免六百。你若相信我一包，你帮我分过来当煎落你的囡仔食，绝对叫你过来买。卖六百五百，先加钱的两百了，一块剩二十块。两百。有人要食鸡肉薄饼的话，两百块。来好啊！鸡肉薄饼有人要食无？两百块。鸡肉薄饼一块剩二十块加吧。啊，这下你伫遐注意，你莫挂着，顶下别人个伫遐吹甲感冒，你要小心哦。两百块有人要食无？鸡肉薄饼，拢有啊吼，谢谢，来你莫收，收。来，我等下买迄个骰子牛。来，这包有人捌买过无？这包就是柠檬赤小腿，柠檬，这内底十支啊，十支鸡腿，甲你加柠檬，全熟的哦，全熟的，这拢免煮。你中昼要食，暗时要食拢无要紧，提早为恁同揢出来半点钟，透气倒咧盘内底，盘内底吼。恁家有咧煮饭无？饭甲掀开，规地怎啊甲下落？挂甲盖了，你去煮菜，菜煮好的时阵，你甲揢起来就当食啊。这种高温杀菌的，十二鸡腿、柠檬刺小腿，这一包海山达行个二啊五啦，二啊五加二啊五偌济？五百。二十支的鸡腿哦，二十支哦，卖五百，四百拢唔免。五个人计搞买了啊！我嘛早吃尔，你先加一个先了，两百了。那要食柠檬刺小腿无？两百块，好啦。加起来了啊！那要食柠檬刺小腿无？两百块而已。好。有人要食柠檬刺小腿无？两百。任务完哦，谢谢。来，你帮我收起来。来。来，你帮我收。来，上面有一桶诶。来这边啊，拢无啊，剩多少啊？一百了啊，一百块就。来，多一百。啊，真多，这个无啊！每一桶在上面吃一百块。啊，这边啊。每一桶够人买也无一百。来，人下到八十分钟，人下。沙茶炒羊够好我者。来，这下不要我。来，你看沙茶炒羊够好我者，一百够买来无？大家来，三个人来九分。这下搁坐拢去一百了，卖搁头九分啦。这下坐一百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来，来，丢起来。啊，这话恁介绍者，你敢有人恁食油肉无？无啊，以前恁袂当好处理。恁敢有人恁食油肉？这油肉，这沙茶炒羊肉。油肉，这拢无油肉，那油肉足软的，你敢炒蒜头辣椒？啊，这一包鸡肉，我两包带五包。一包鸡肉，我两包带五包。来，我来讲，只要我要鸭肉红鸡，鸭肉红鸡，你的边啊，帮我切切个，切切个，下只台啊。来，你要吃那个沙茶炒羊肉的人家，卖让你开五百，开四百，三百上面吃牛肉，左边这个，我先三百，一包过来，一包过送你，一包过你，一包过你，来三百上面吃的三百，要不要给一包送你好不好？这牛肉真正有够嫩的，恁炒好嘛，炒饭炒面拢有下，我搁给一包啦，好不好？啊，两个，四个人家就好啦，来两个，两个，三百你几个？两个啊，等下等下，三个三个，你两个钱啊，我呀，帅哥，我搁给一包，三个啊，我给一包，我无你无。来，哥，等下去走啊！哦，一个啊，来，是来三包。来，三个啊！遐让我行路者吼，来，伊个行起行路吼。来，搁人要食沙茶炒羊肉无？三百块。三百块，人要食无？三百块，三百块。一包二两包，来，四包二。来五包，去行五包。五包二，六包二，三包。搁人要食羊肉的无？三百块尔。拢有啊吼，一包羊肉你也买着，你也无饿到甲袂塞死。我清楚你，拢有啊啦！你看人要买一半百五吃看卖无？一百五，有人来遐要百五钱？来这边啊，这边啊，你紧走。个人要百五无？唔知啊，紧走啊！对，来百五包过。来个人要来头前吃几片？来我来，发钱我来。个人要百五的无？来这边我来，我来收佮。来，我来收佮。个人要百五的无？最后佫一个无啊。
我真正了，只要我最后一个龙王。大哥，你会当买两包，我真正存四包。哦，大哥，不客气。感谢你的支持。来，过来，五包退去。我是要买这个牛肉，你知影无？因为阮这个大肉要买两千啊，伊人直接要买两千只。伊顶个白买一千，今仔变买两千，你看这个牛肉敢好食？这个叫骰子鸡，摕五个台仔去，做一届哦，做一届哦。这个叫那个什么？骰子牛肉，八斤骰子牛肉，这个你敢用煎的？用烘啊，尤其你敢用炒啊？你平底锅个滴一块奶油，搞炒菜，一届吃你屌的。哦，爱吃的人家，这一个铁板烧，一个套餐安尼啦，公园加高丽菜加饭啦，加豆芽菜，一份420，分量怎安尼？这三包超过1200块，要吃骰子牛，我还讲，卖互你家千二、百、千二，拢讲唔免，全部五个人加吃，新加一个1500块，上面吃1000块。啊，1000块。1000块上面吃1000。1000块上面吃1000块，来，你买1000才够你哦。买这免考虑啊，这八斤骰子牛500，真正你学到家己，当时一包过来，搁加一个台下去。全部六个人加，新加一个1000块，上面吃1000。那就听啊。有人要吃八斤骰子牛无？1000块，加后边。1000有人要来无？1000块。听好啊，吃看嘛。伊买两千，不是你买假的啦。我一包过你。今仔日你先给钱，买一我退钱，一包过来。唔免经过大家考虑。全部四元，1000块上面吃1000块。有人要吃八千三十两嘛？1000块。两个。拢有啊，谢谢。今仔日先给钱，一包过来。一包过去啊，你。一包过你。最后我搁招一个人给1000块上面吃三十两。八千的三十两。来掏钱啊，一个。一包过你。一包够你，来三个啊！